你收看的频道是 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 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先帮我，尤其是生物幻想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跟我们的单珠比武啦，的手下比武。哦，这还要走过去他们比武就对了，杀回。 喝醉的毛球菌，好，看起来，哦，这还有东西也太多了吧。 哦，他说在上面是不是？所以要走这里哦。我怎么看到我要把枪提起来？我又不是坏人。是什么？云子君吗？首要在于周密的查明敌区地形与敌情。 顿呢，请多指教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还有一只。 胜负积分，我们败得心服口服。好，轻轻松松啊。
首要在于周密的查明敌区地形与敌情。我等身负发动有力战机的重责，切记必须善于隐藏气息。买东西走喽。有时候玩这种大地图才真讨厌。好，好像打三场是不是？两个军队，就是一条水人桥。啊，对面这个，好累哦。来吧，来吧！没事，请多指教。得罪，嘿！哎，让我用心夺之。那时候给我换位置啊，军长。换啥位置啊你？必须阻止！然后，为什么军长？哎，为什么军长血变那么多？两回合一定不够啊！得罪了，及时！小心！天道无常，我心我道。啊，不过两个在打了。这回打死算吗？应该算吧。万般皆法，剑临长空。柳慧，好，成功，任务成功，太棒了！小伙子，不但眼力好，你也高啊！谢谢。零破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哦。好，再来是对面的。哇，绕过去哦！
好，没东西。好，前面有一个宝箱。强心散。哦，感觉这边打完应该这差不多一集结束了吧。龙鳞黄，今日对练很不错呀。潜魂秘药，来，击退所有敌人，且蓝下没有死亡。OK。你说我无礼，请多指教。刚才按错了。你及时小心。哇，那个防御力太高了吧。是啊，必须阻止。好，做回之。好了好了，停手，都停手！你们怎能对兰香姑娘如此无礼？长心剑，终于升级了。好了，此番切肤实在获益良多，这是王与丹珠殿下表达谢意才是。是啊，搏动了一把真是过瘾极了。兰香姐姐，没想到你的身手是越来越好了。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多为诸位分忧。好了，我与灵儿之事还希望亚父成全。珠儿，我虽然能在帝君面前说上几句话，但此事你可想清楚，惹帝君盛怒之后果。